纪元哎，他头在撞那个，我靠！别别别！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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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玩麦块，我们今天要来玩麦块恐怖村庄。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胆小鬼探险队出动，耶、yeah! ！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张外国人制作的地图，外国人。今天呢，我们要来玩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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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没有玩的恐怖地图，不要一直摇头啦。欺负女生，他的声音怎么听起来像是男子欺负一个28岁了？今天我们要来玩一张非常非常非常久没有玩的恐怖地图啊！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玩的恐怖地图这么少嘞？因为大部分的恐怖地图啊，要么嘞都暗迷蒙的，就是什么都看不到这个样子；要么嘞都是一大堆我们都看过的 jump scare， 就是那种玩一玩玩一玩，突然小白的脸跑到你面前的那一种，而且。什么恐怖？棒了棒了，哪有？而且大部分的都只能够单人游玩了、我就只喜欢找一些高品质的地图玩给大家看，所以胆小鬼探险队自然出动的机会就很少。不过，对吧？就这么的呢。我们今天，哇，今天玩的这张地图嘞，它可以容纳多人游玩哦，而且它不是一般般的外国人制作的恐怖地图啊。如果你有看过《胆小鬼探险队》成立初期，你就一定认识这个作者。这个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呢一个麦块恐怖地图的原主 Pertin。不要搞笑！我努力了一半了，再剩下看谁的点本啦 ，Potato Man 啊，一大堆的麦块恐怖地图嘞，都是效仿他制作而成的了。而且，就在大家觉得他已经退出麦块地图界的时候，经过了整整四年，对，整整四年，他了无音讯的啊，就这四年当中，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但就在一个礼拜前的时候，砰一声，他回来了啊！如果你看过他的地图的话，你就知道他做的地图多么的恐怖。回到正题，我们今天呢，胆小鬼探险队要进入到一个恐怖的村庄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世界。所以拿好爆米花，抱好棉被，我跟你打赌啦，你绝对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从头到尾不跳过任何一个片段看完今天这部影片。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部影片的话，喜欢胆小鬼探险队在玩更多更多恐怖地图，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要是今天如果你有点大大的喜欢，再加上从头到尾不跳过，你要去哪里？前面那边其实更恐怖，珊珊。回来那要是今天如果你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你如果在生活中被什么东西吓到的话，小白就会用他的大脸脸帮你挡下那个很恐怖的东西。Yeah! 为什么啊？对，例如你在路上看到一只狗朝你扑面而来，然后小白的脸就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把那只狗就是吓走。这是替身使者吧？这是替身使者吧？好，这游戏的声音好大声哦，我想把它调小声一点点，有点恐怖。我们来一个一趴太小了啦，来个50%就好了，好不好？50%就好了。珊珊，你们都要调50%以上，不能够调低于50%这个哦。音乐停下来。你又看不到嘞，你又看不到嘞。音乐停下来的。好，我们今天玩的这张地图嘞，它的名字叫做 Potion， 应该叫做 Potion 吧？毒药。那它是一张恐怖的地图 ，Made by Potato Man。然后它是一张可以单人或多人一起玩的地图。后面这个地方是游戏开始的地方，不过我们要先去看看怎么去玩新手教学这个地方。他有说想办法挤过这个小小的洞，你就可以到新手教学的地方。不要吓我！你干嘛了，闪闪？我突然觉得50%有点少我们来个75%好了，200%。这里有那个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多 YouTuber。这个就是之前玩过他地图的一些很有名的 YouTuber。那边是我的师傅，这边是那个 Preston。是教我跑酷的家伙，来好，后面这个地方他有教你怎么玩。首先，上面写说 Enter using Shift， 你要进到这里边的话，你必须用 Shift 的方式进去。你们通通都进来，通通都进来。你们在哪里？喂，你们靠背。
出来了，你找好久、哦，我真的完全没看到啊！干，你要躲到柜子的话，你必须蹲着进来啊！等等，如果多人的话，闪闪你要不要进来？不要告我们性骚扰，不要，快点啦！两个臭男人，怎么哪有他了、欸？出不去啊，太挤了啦！可以了。来，再来下一个是在地图中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锁起来的箱子，你必须等它的剧情跑完之后才能够打开箱子。过来 ，OK、地图中会有这种小小的洞洞啊，你必须找到特殊的钥匙，你才有办法插进一个洞洞。过来，在地图中呢会有一些机器，这个是机器啊，你必须要想办法开启这些机器，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过来，这个是地图中会有一些游戏倒数的地方，可能是有些有限时的地方啊，你只有一次的机会，失败你就没有办法成功了，所以就是失败之后会有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方。过来，在游戏剧情中呢会有地图啊，你可以用这个地图知道你现在人在的位置，然后还有这个叫做监视器的东西，你只要踩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使用监视器。好的，那我们在过来之后呢，这边有三种不一样的难度可以做选择，一个是 easy， 它上面写说建议选 easy。好，我们就选 easy、啊、我们就选 easy、yeah。 箱子里面有一个娃娃跟一个面罩、欸、我们可以戴面罩、欸、口罩因为是 多人游玩，所以要戴口罩。为什么我三人你们两个我看不到了好，那你们戴着口罩好了。那他说游戏至少要调成那个100%的音乐。对，我们调稍微大声一点好了，88%好了啦，88%。不要烧多久啊？烧多久啊？好了啦，差不多了。他说，亮度必须调成30%到50%。我们要调成30%到50%吗？调这个样子就怎么突然变这么暗？笑够了没？要走了。好了啦，走了，把那个口罩拿起来。这个不行，这个会让这个瞬间变成搞笑游戏。出发，突然变好暗哦，各位，突然变好暗哦，来了啦，过来了，过来了哈，那要准备开始喽。今天胆小鬼探险队要出动了，我们希望三个人打起来啦。我希望今天三个人都可以活下来呢哈。好，准备喽，3、2、1，ready。够可怕！他说 ：“Are you ready？” 太重确认呢、欸、，ready？ 还没。哦，他有个过场动画吗？哦，有哎、欸。哪有 ？Potato Man。就这样，其实也没很恐怖嘛。对啊，没什么 ，nothing 啊，其实也没很恐怖。等下那个尖叫就可以捡起来了。哦，他有心跳声呢、欸。哦，他有心跳声呢、欸。哦，好棒哦，他那个慢慢出来的感觉，很像在看电影哎、欸。对呀、啊，不要！哦，什么东西？你刚刚听到声音，有个东西飘过去吗？有，哎、欸，好不舒服哦，我不舒服哦。哦，小白的脸、打雷了。Chapter One 第一章节 ，The Forest。哦，虫鸣鸟叫声，虫鸣鸟叫声。我要抱着我泰迪，闪闪这个泰迪给你了，不要怕。好。他连打雷是不是也跟原版的麦块有点不太一样啊？走了，出发！对，一格都会最早死。什么特别大？待会 she said 一定是你。好，这边有两条路，左转还右转？闪，左转还右转？我是右撇子，所以左转。好，很没有道理，但我们就左转呗。这边有一个民宅，然后这边有一个失踪的那个叫做什么传单，上面写 missing。好可怜呢、欸，他鼻子上面是， oh no. 他是长毛象吧？他是那个可能是鼻环啦、啊，那可能是鼻环、啊。Oh. 这里可以继续往前走，然后子对，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废弃的民宅，里面有一些生羊肉跟一些骨头，里面有一个上。干嘛？进来耶！来呢！这里面有一个上衣耶、欸！啊，你们要穿吗？我穿啦！不要！我穿，你穿。穿哎呀，乱捡别人的衣服！对，你这样会遭受诅咒啊！这样会遭受诅咒啊！对呀、啊，把他娶回家了。继续往前走，没有啦。这里，前面有人在盯着我们看呢、欸。哪里？正前方。哎、他干嘛、啊？那不是一开始的小哎呦，他脸白的、欸，是吗？对呢，他在看着天空、欸、他在看什么东西？等等，我来看。哦不，他是一颗头。他被中了！他被中了！哦不，这里发生命案了啊！其他房间里面的东西呢？
对，他是死不瞑目的那一种呢。对啊，死不瞑目的那一种呢。被谁吓死？不是被吓死的啦，死不瞑目又不是被吓死，他可能是瞬间头就直接被砍下来这样子。Oh no！ 继续往前绕。右这边可以右转或左转，左转好像没有路了，我们这边右转继续往前走吧。好。手牵手，手牵手。哎，舍利哥，不是不是，我不知道，等一下，我不想待在最后面，我不想待在最后面。不行不行不行，可以粘紧一点啊，我怕我没有东西哦。OK OK OK。哎，等一下，那里没有头。哦，那个头被贯穿了。这里人，这里都是尸体啊！啊！哎呀！啊 ！OK OK， 你确定我们来的是正确的地方吗？我跟他带，我跟他带，我只是迷路而已。我的分岔路好多哦。这里一路走到底有一个箱子，在这个地方，箱子里面有哦，找到了按钮，这边有一个按钮，我找到了，在这里。我为什么他要给这个？不要问，不要问，他只有两个啦，他只有两个啦，所以那个等一下那个好自为之啊哈，好自为之啊哈，出发出发出发了，出发，好恐怖哦，不会啦，不会有事啦，不会有事啦，爸，我不要待在最后面，我不要待在最后面，不会有事吧？小心一点，没事啦，没事啦，好啦，我把钥匙插进去喽，好。好哦，开了开了开了，这边要不要看一下？要不要看一下？好啊好啊好啊，也看一下下好了，这边也有地方可以躲，然后对，看起来都是废弃的房子哦。哎，这边有箱子，箱子里面有一把武器，我谁带着？我带着好了啦啊，那个有一碗汤，有一碗汤，你要不要喝？我拿。好，那出发喽。好了，有武器就不怕了。你知道，当恐怖游戏你拿到武器之后，就不会有多可怕了哈，对不对？对对对。我也可以变哦，前面那一栋房子，好美。哎、哦，那个二楼人呢、啊？二楼干嘛？二楼最好有人啊！你骗人！这二楼有人呢、欸？哎、欸，有人呢、欸！哎，有过场动画哎、欸！等一下 ，Don't make any noise， 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蹲着。哎、欸、哎，我这样反倒想发出更多声音哎、欸。不要！嘿，没事没事没事，没有。嘿，我打你一下，不会有事。你要被抓走？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这边有蹲着，然后自己逃走。蹲着。OK。这里有一些可以打开的木桶，我们先稍微收一下好了，好像没东西在里面。然后这边有电铃，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友善的问他说：“请问一下，你知道、就是、你有叫外送吗？”这样。对，请问你有点两份人腿吗？然后三份心脏吗？叮咚，也太响亮了吧！他下去的感觉好恶心哦！他有病啊 ！Run 跑是什么意思？没有，不用 run 吧？不用 run 吧？不用 run！ 哎，回来啦！不用走哪里？不用 run 回来了，真的不用 run 吗？我不知道那个。run！ 真的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啊！谁呀？全剧终了吗？结束了吗？我跟他呆，哎呦，楼顶，哎呦，干嘛？黑的。第二章节 ，the house， 我们被抓进房子里面了、欸。我啊，怎么出去？一起跳，我喊三二一，三二一跳，哎，三二一跳，三二一，哇，破掉了。好酷哦！哇，好猛的地图哦，好猛的地图！嘘、哦，不要发出声音，小声一点。开起来！嘘，门没有办法开，门没有办法开。你们那边有可以打开的门吗？我再踹。好，没有可以打开的门。这里有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有一本书，是一本日记，日记上面写着好多英文。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翻译。我有点想去拉那个拉杆、欸、可以吗？
好啊，好，我去拉一下哦。一起一起一起，出事了告诉我，出事了告诉我。他说，地窖里面的那个阀已经打开了，不知道是什么阀。哎咻，去看看好了。在哪里呀、啊？阀、这里有另外一个拉杆，这是什么啊？处刑椅哦，很像电椅耶。坐上去，坐上去，闪闪坐上去。坐上去吗？那个等一下下来看说怎么三个人都自己玩到死掉是怎么样。我才把他关起来没多久，前面这边是 dungeon 地窖，有人有人哎呦，等一下，他是那个之前作者前作之前的那个怪物，这里起来了，对对耶，好恐怖，他在改造村民耶，哎呀你看他的脸啊，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放他们出来吗？哦，可以。爸，可以啦。不会引来什么奇怪的？没有没有没有，他没问题，他没问题，他只是很害怕，他不敢出来而已啦。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地下一楼，还是我们现在是在二楼？我们也许可能是真的下地狱。这边有一些夹子。他没打开，应该不会有人吗？夹子，对对对，应该是没有办法。哎、那你楼上的按钮还没有拉，对不对？啊、对，我们要不要去拉个？避免等一下忘记哦，好不好？好好好好，我过去拉一下，我过去拉一下。好好，必须。他说这间房间的阀已经打开了，阀到底是什么东西啦？所以他每一间都有一个阀，然后可能、对对，这个房间的。不管了，不管了，就先打开它吧。那我们先去楼下吧，走吧，走吧，走吧。可能是我们要找到每一间房间的阀，然后全部给它统统打开，这样子那个通往一楼的那一扇门才会打开吧，我在猜。好，所以一开始那边有一个、对，所以一开始可能只是让我们这边有个钟，要发出声音吗？不要不要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等一下，各位前面有人、屁啦，那不是啦，我没有骗你，我这次没有骗你，我骗你，你往这边走。好，你看一下，有人呢、有人呢、哪里的、有位，是不是你下面百万？是那个家伙吗？我们要过去吗？我等一下先找一个防御的地方。哦，我找到了，你去吧。这边还有其他的按钮可以按呢。去按吗？好，我先去按一下它。他能进过来吗？哦，他说如果我们必须要打开这个高炉的话，我们必须打开六个阀，六个阀。我们现在打开了两个，然后我们要进去这里看看吧。那边他好像堵在那里，不是那里啦。哦，这里啊。把酒扯白啊！这里好像可以进来，小心哦，小心哦，好像是要小小的跑酷吧，是不是？可是，对，好像是跑酷哦，好像是跑酷哦，要回去那里。上面还有东西耶，会不会藏在缝里面？应该是这样子。哎呦，进来了，进来了！你们看看可不可以过得来？哎呦，哦，我有，我爬上来了，下去吗？这边下去吗？他是用跑酷的上来，然后这里有三个，下面也有哦，下面也有嘛？你们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开个拉杆好了。好，我打开引擎室的阀了。哦，这里是引擎室，然后这里有三个那个小白在那边干嘛？这边没有怪物，这里有三个那个可以开，三个那个门可以哦，就是刚刚锁起来的门啦。这里，他真的不见了啦。好，这里开了，这里是后院，我们去后院看看好了。小白走右边，我们走左边。为什么？我们你是男生对，你是男生我们到一楼了。你跟我一起出来。有没有东西啊？好东西不分享，骨头，你拿骨头干嘛？你有什么拿什么？你有捡骨癖哦。所以刚刚那边真的是楼上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然后再上去那个地方可能就是顶楼了。这里是后院啊，我不能够直接翻墙爬出去吗？那个巨大的是骨头游乐园。谢。Okay. 骨头游乐园，我们要去找阀，有没有阀在这里嘞？为什么会红红的？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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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我靠！小白，好恶心啊！我靠！小白胡子吗？走神了！小白可以TP来我们这里吗？我靠！我心里面是什么？
他会撞树的，他会撞树，上面跑，跑，我们要怎么引开他们？我不知道，跑就对了，跑，啊，再来，跑，你们可以回来出口吗？可以，可是我们这里的法还没有找到啦，我们要避开他们是吗？对，我们兵分三路吧。好，目标是找到法哦。我在猜，应该现在那个里面啦，应该现在那些怪物镇守的地方。OK， 我进去。他在门口。他在我这里。他在看你吗？他在。他画。他看你。对，他在看谁？他在看。对，他在看你。我冲进去了。来，你们进去。你们还有一只。我绕过去。这里没有。我开法了。OK。好痛啊！No。我 TP 到你们那里，快回来！我们在门口。我开到法了。我们撤。好恶哟，这是怪物天堂哦。他们是被改造的哎。应该是被改造的村民。好，那我们这里走过了之后，正前方的那个图书馆也开了，然后那个家伙不见了。右手边的实验室也开了，我们先去图。这是他一家人，这边有恐怖麦当劳叔叔，然后有这个家伙，我们有玩过这个家伙的地图，然后我们也有玩过这个家伙的地图。我不知道作者有做哦，恐怖麦当劳叔叔好像也有哎，玩过他们全系列，好猛哦。好，这里是图书馆，好像有一个法，第五个法了，这个吗 ？OK， 这是第五个了，哇，它有点像是你跟一个怪物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到顶楼了，这里是顶楼。他在里面有按钮，有需要那个钥匙才有办法进去。哦，这里好多肉，牛牛，这里也可以下去楼下，小心一点点哦。你们去看看有一把弓吗？我带着这把弓好了，有箭矢可以分我一点点吗？我这里。好，有找到钥匙吗？你没有翻到吗？没有我在收集肉。所以他的钥匙在哪里啊？我四处找一下钥匙好了，找到了，钥匙找到了，这边有烟火哦，有弩。我可以用烟火喷他吗？可以吗？可不可以啊？要喷哪里？试试看吗？不是，什么叫喷哪里？我要喷他、啊！我以为是在这驴身上啊，这只驴有包包，这里。这个可以开啊！居然没有发射出烟火哦！你看这个驴身上有包包，驴身上的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打不开。驴身上打不开。他是不是要喂他吃那个、啊？小麦吗？不用，你说你要驯服它是不是？我这边有钥匙，可以打开了。OK， 来。哎呦，他们是不是把猪把牛牛的基因就是加在他们的身上啊？怎么有那个安跟那个？我们搞不好真的可以骑哎。好，拉下去了。好，六个了。现在我们可以去打开高炉了啊！我们打开高炉到底干嘛啦？你干嘛戴口罩？我戴了。你怎么突然？我突然害怕了，你知道吗？好了，我们下楼喽。我们刚刚是可以走这里下楼嘛，对不对？等一下，对。然后我的箭矢，我reload 了一下。哎呀，好，可以了。小心， okay. 小心，走，出发，地下室，出发。他在那里。OK， 这里高卢斯。哦，所以他是会移动的。我们刚刚看到他是在下面，他现在在楼上。开喽。对啊。嗯，打开高卢。发生什么事情吗？好像我动了，是这样，塌了，炉心崩解啊！哎呀，这个是那个之前玩过他的地图，no！ 这个门，这门可以开耶！等等，我们感觉进去就是会出歹机啊！真的啊！这里好像还可以钻过去看看好了，这里有个通风口。等我，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那条，一条是这条一个是往地狱走，一个是往会出歹疾的走廊走。你们要走哪一条？换我选的，对不对？那两个都换我选啊！我走会出歹疾的这条好了，好吧？好。那我们先看你出歹疾啊！出歹疾有一下就到尽头了而且点了两根蜡烛啊，去吧，一起啊！有事这个有事这个超有事的啦！好了，来喽。慢慢走，蹲着，走。有没有什么事要发生？作者的那个，哎呦！哎呦，这是干嘛？为什么会变成？会不会？会什么？啊哈！
什么？哦，作者的那个啦，房间啦，那是一个什么梗吗？对对对，作者的那个啦，应该是他的那个制作者房间，他连制作者房间都那么恶心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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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事，可以过来了，可以过来了。好，好，要往地狱走了，各位。嗯哼，哎、欸、行，你先，你先把东西带着。好，哦呦，哎、欸。很暗，很暗，很暗。这什么东西？安眠猫。哦 ，loading，loading，loading。Chapter 3，Chapter 3。哦，这地图有紧张呢，这地图有恐怖呢。哦 ，Hello，Hello。Chapter 3。脏水哦。对，地下道第三章节，里面有一本书，第二本日记，看一下日记好了。它就有一页，我可以翻译给大家听。I've drawn a map of the。哦，我画了一张地图。我们要打开 A 跟 B 的闸阀，然后才能够打开这个下水道系统。好，所以第一本书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有其他的那个阀。然后这边有那个这边有那个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这是什么东西啊？好酷哦！一张哎呦，我们现在正在右下角那个地方。然后 A 跟 B， 哦天哪，我们等一下不会在下水道被他追杀吧？然后 A 跟 B，A 在左上角 ，B 在右边，然后叉叉应该是没有路走的意思，我在猜。正前方 exit 是逃离的地方，所以也就代表说我们只要往前走。那我们先去拿右下角的那一个好了，好不好？我们先去拿右下角的那个。对，我们先去 B， 我们先去 B 下去之后游过去右转，好了，好不好？来喽 ，OK， 游过去右转，游过去，好 ，Good boy， 里面有河豚，太棒了，太棒了，里面有河豚。你没有河豚，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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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生日快乐吗？这里可以呼气，这里可以呼气，这里可以呼气。珊珊，你不呼气、啊？哪里？这里呼气。珊珊。OK。好，再来一次。好。不这里有气，这里有气，这里有气，我这里有气，什么？这里有气，我这里有气，我这里有气。哪里？哪里？我卡住了耶！这里，我回到刚刚的地方了。在这里，这里，这里可以呼一下这个洞啊！你不要小心，你不要被它烫到呢哦！我出来了，我到了。哦，我不知道，但我到了，我到了。你们要不要 TP 我啊 ？TP 我就好了，好不好？救命！TP 我来了。没事，我到了。哎呦，打开了 B 阀，又跳不起来。他撕撕捏捏的，他其实是那个，这里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不用再游回去了。啊，是的，这里有一条奇怪的路可以走。等下，中间那块泥土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哪里？我塞塞底线，塞塞底线，塞塞底线。什么？中间有一块什么土？啊，火把啦，插火把的地方啦，插火把的地方。没事啦，你会觉得这边藏的有点不太对劲吗？这边藏的有一点，我不太知道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没事没事，小声一点点哦。这是同一个地方吗？我不知道哦，这是怎样啊？为什么啊？好，一人一把，然后其实我有种感觉，他应该是干不掉呢。啊，你们那个裤子跟那个一人一个，我这个样子好了，好，那我穿上衣，好，可以啊。哦，这里面好多武器哦，盾牌。盾牌，我不知道怎样是打大 boss 还是怎样啦。我好了，你们好了吗？好了。好了哈，我要出发了。好。又是一坨。而且有附魔的分裂剑士，好，哪个好了？哪一把？剑加分裂。Hello， 这里过不去，所以应该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而已啦，我在猜。所以现在我们要直直的往前游。然后游到左侧，对，游到左侧那里有 A 的地方。好，我先把这个盾牌拿起来好了，有点碍眼。好，出发喽，各位。好，哎呦，是左边吧？左边这边可以呼气，大家可以呼一下气。哦，怎么那么快？怎么了？没有，就顶上来的时候顶的有点用力，然后。哎，那个刺刺的，不对，我们要绕过这个凹槽，对不对？对，地图说我们要绕过这个凹槽，上来呼点气。对，这个凹槽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不对看一下。这个凹槽其实已经是大房间了，所以应该是这里，应该是这里，这里才对。
小白交给你啦，没有拉过。有 A 跟 B 开了，这样子正中间的那一条应该已经开了，可是它左边有一条问号、欸，你们想不想去看看、啊？我们去看看好了，好不好？去看看。好，哎咻，哎咻，问号是不是坐死的地方啊？有可能呢、欸，就是、不应该过去这样子。好了，我过去看看了。OK OK、问号，可是问号它是锁，问号它是锁起来的呢、欸，所以它其实后面还有东西。问号是锁起来的呢、欸。小白，你帮我呼点气呢、欸，小白。啊！不要弄我小鱼，知道了吗？中间这里没有开啊。哦，开了，开了，开了！我看到了下水道系统，这里开了。哦，这里啦！我游出来了，我被排出来了，我就跟便便一样，被排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离开下水道，离开下水道了。我想喝个甜菜汤。哎呦，然后再把这个收起来。好黏哦，这里。拿着武器不怕不怕，这边有一扇门。哎，他刚刚在楼上，他没有道理可以下来吧？他应该不会游泳吧？对，这边的那个没发现门楼梯爆裂，然后继续还在下水道，不要了啦，不要再下水道了。好了，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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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怕不怕不怕，没有东西哈。听到黏液的声音耶！完了，好险！什么好险？我觉得不太对劲。第四章节的 warehouse， 我总觉得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地方被他们追杀，追杀到爆炸。最后拿好武器哦。我拿好了。我有种感觉是拿武器也没有办法挡得了。这边有一个那个按钮，然后日记三上面写什么？有两页。他说这个地方有一台电梯，你必须找到可以开启电梯的那间房间。好，电梯的房间。OK， 什么声音？哦，你走路的声音，吓死我了。好，是我了。这边有一台监视器，我看一下下。OK， 哦，这是监视器吗？你有状态哎？对，欸、我有状态，状态哎。哎，我怎么变透明了、啊？这是什么？这干嘛的啊？发光加隐形，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我们穿着这个可以避开他们啊？小心一点点哦。小啊，回去。好，我们走另外一条、欸。我们走另外，应该是过不来。我们走另外一条，看看另外一条可不可以走。好，看一下下这条路可不可以走。哎呦，拜托可以开，开不了，碎啦。哦不，哦我们如果被堵住的话，可能要用隐形的方式。哦，冲过去吗？对对，好好，我先。好，一起一起，它是范围的。Go！ 有了，快走。哎呦，屁啦！没有用啊！没有用！快点跑！好，快点跑！这边又另外一个。哦，对啦，真的是这个样子啦！它会让我们隐形。哇！好，所以我们要边跑边隐形，但是它会让我们肚子饿。小心！我一直被撞！小心！好！我把它引过来好了，它走掉！没有，我需要把它引过来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从这里过去。你还有没有食物啊？有，我有。好，等一下再给我。我们先跑。OK。我溜掉了。OK。山上我们来了。你还有没有食物？给我一点食物吃。有啊，给你一点肉的。哎，好，我正。先在这个地方等一下下好了。哦，有拉杆了。这里有点在，看你要不要先喝。哦，我开电梯了。电梯打开了。哦，这是一开始那个地方。哦，屁啊，这电梯！你在跟我开玩闹？你在跟我开玩闹？这东西叫电梯。吃点东西。好，我们等一下出去的话，其实用绕的就好。这里还可以继续往更深的地方走、欸。哎，我觉得应该是。哎呦！跑起来！好，走这一路一直往前跑了，他没有在追我们，不用怕。前面那边会有两只哦，我们必须先把他们拉过来。进来了，我先把他们拉过来好了。你们就走那边，我引过来了。我要去哪里？我引过来了，继续往前走。哎呦 ，OK， 这里 ，Go！ 进电梯，冲啊！进电梯，到处都是，我到电梯，电梯在这，冲！我抓住了。到了，我小白，
下去吗？啊！什么 TP 我们 ？TP 我们 ？TP 我们？你过来要抓住哦，是不是哦？对对，起来！抓住了吗？还是挂了？再一次！有了有了有，中了中了中了！碎碎碎碎碎！珊珊，你女生你在最下面，我不要看、欸、下面。怎么了？我们逃出来了！哎呦，楼顶！每次被这个吓到。哎、欸，今天这集超长哎、欸，今天这集超长哎、欸。真的、啊？我不知道，但是这条路有点长。这边是我们搭电梯上来的吧？第五章节顶楼。好，我们刚刚不是去过顶楼了？两条路可以走，这条是没有办法进去的路。这条嘞、哦，可以。哎呦喂呀！为什么啦？哎呦喂啊！这是他的家人哦。对。我这里有头头哎。哎呀，他的样子跟家人也太长得太不一样了吧？你怎么长得有点恶心？哎，左边是他正常的时候的样子，右边是他坏掉的时候的样子。他是怎么样？被感染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边有一本他的日记，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下。哎呦，第二页完全坏掉了呢！哎呦喂呀，珊珊要不要看看第二页啊？这边有一把，有一本书叫做《密码》。嗯，对，他完全坏掉了。收起来，收起来！哎呦，你怎么带头？吓死我了！啊，我们要怎么离开这个地方？这边有三页，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停下来自己看一下下哈。啊，这里就没有办法进去了。啊，我们是要离开这里？这上得去吗？不行。什么地方上得去？应该是上不去了。上面是不是感觉？应该是上不去了之类的。哦，门开了，各位。什么门？刚刚打不开的门开了。我吃个苹果压压惊。闪闪先走，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戴的那个头很恐怖？闪闪，我没有戴，被吓到。戴口罩好了。我到。好，是他。你真的是看不到哎、欸，是他呢？怎么了？在干什么？在想什么？我觉得要出事了。Victor， 哎、欸，你讲话哎、欸，小王你怎么讲话？为什么？他怎么了？他看着我哎、欸，为什么？他感觉好 无助哦。他说我认识你。谁？干嘛？他认识我。You must stop him. 你必须要阻止他。哦，可能是他潜在的剧情啦。他说他每一天都越变越强，越变越强。OK. You must listen to me. 你必须听我的话，小心，小心，直到他回来为止。我可以相信你吗？小白这么说。他说。你不能，你可以相信我的时间不久了，注意听好哦。可能他是同一个人啊，他现在暂时变回来。哦，他说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药水，我把这个药水藏在房间里面，就是在我右手边的房间里面。你刚刚是说毒药？对，他说如果我喝下去的话，然后我就会远离这个世界了。Otherwise，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这个世界将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拜托。快点，快点，找到那瓶药水，然后干掉我！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门开了，哦，好，左边，所以他现在是正常的他。啊你可以维持正常久一点点吗？撑住哦你。所以他也不是想变成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他是精神异常。对，这里可以上来，这里可以上来。我们可以跳到他刚刚那间房间里。你们进来看看他啦，他坏了。啊！哪里？什么？下来啦！下来。哦哦哦！所以坏掉了，他叫做 Babel。你对 Victor 做了什么？他有双重人格哦。Nothing. 对，我只是让他睡着了。哎呦喂啊！你太晚了。哦哦。哎，我们要打开这个箱子。他说毒药在这个箱子里面，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毒药喂给他。哎呦！太晚了，可以打开吗？啊，不行不行不行，很快的。我就会让这个世界降临灾难。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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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行。好，我们可以打开箱子喂你吃毒了吗？关于那瓶毒药水呢？哈，哦哦，把它带过来给我。为什么啊？干嘛？干嘛？我觉得不要相信他。音乐越来越大声了呢。你吓不倒我的。小白这么说。I must say， 我必须说，我倒是有一点感觉到蛮讶异的。啊，你这么年轻，这么有热忱。哦哦，哦哦，他想干嘛？他想干嘛？
你就是那一个我久久期盼的那个家伙。他们想争取我的肉体吗？他们是想要你窥探我的肉体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重点，药水在哪里？药水在这里啦。我不知道哎。Take the potion with you. 他说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give it to you. 你知道我不想给你的。这里有药水哎。当然你不想。啊，我们可是刚刚请一个不是就告诉我们说把药水给他。但是，哦，我知道你不会想的。你不想的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有趣。门开了，药水要带着，我们带着药水吧。OK. 我可以喝掉吗？我不能喝掉。好，我拿着药水了。我们往前走。Hello， 哎呦，我们锁起来了啦。门锁起来了啦。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想要改造这个世界。嗯，必须要做一些牺牲。这些牺牲的是之前我热爱的那些人，但你知道的，我现在会摧毁所有你爱的东西。啊！瓦斯，两分钟，瓦斯，干嘛？打不开。时间倒数啊！我们要怎么？这边有本书，日记五，我拿到一本日记，我看一下下哦。他开始倒数两分钟了，你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躲避瓦斯，如果你失败的话，就会影响你的结局。哦，然后有地图，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好不好？先看一下，屁啦！我们在左下角的地方，然后它上面写右下角写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去那里。哦，他说地图是由 B 掉的人写的，然后写 Victor， 所以 B 掉的那个人可能是坏人。所以我们要往右边走。对，我们要往右下角走。他是骗人的，他把它划掉，这是假的地图，好像有点难欸。他没有罗盘。有罗盘吗？可是罗盘有什么录用啊？右手边是好，指路好像谁看得懂罗盘？你拿着罗盘好了啦，好不好？好，我们走了，只有两分钟的机会哦。那边吗？出这扇门，右转。OK， 好，我知道了，来喽。好，跟着你。三 ，Are you ready go？ 出这扇门。哇！他在后面。出这扇门。哇，门关起来了！傻小，等一下，门关起来了。等一下，我被毒到了，我开关。你们那边吗？没有，目前没有。我完全大迷路，门又关起来了。他跑就对，门又关起来了，跑就对，跑，往各位跑。啊！他在追杀我们。OK， 右转。然后往回走，没错。然后这里，好酷哦！我知道我现在在哪。这里到了。来了。Put the potion， 把东西放进去。什么 ？Put the potion in the hopper， 把这个药水放进来，放进来了。哦，成功了！成功了！哇！发生什么事？他在控血。哦。门开了，他还好吗？他死了吗？我不知道。我走了。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大房间。车库门？这是他小时候。啊！还要回忆啥？太搞笑！你好坏呀！我们又被关起来了。我有种不太好的感觉。哦，他还没。他还有血量。什么声音？会从哪里来？哎呦喂啊！不！走这边，只有这条没有。嗨！等一下，跑了。嗨！电话了。哦，把他们全部压爆了！哎呀，哎呀，怎么会这样？没事吗？不知道。后面三，是他？哎，他
他在帮我们吗？不太确定，不是，应该不是在帮我们吧？是耶，那才是他耶，还是那是他爸？这是他爸啦，还好吗？哦，这是一个，哎，后面开了，哎，后面开了，我们走了，谢谢你，拜，大哥，谢谢你，加油，加油，这里吧，这里吧，走了，走了，走了。在往地下走哦！哇！哎呦！哎呦！你们走慢一点！你走太慢了，你走太慢了。这边门都锁起来了哎、欸。Exit， 出去的地方。OK。哦。他的血越来越少了，又关起来。没死吗？他还活着。哼，他还活着。哦！不要！不要！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哦、啊！你看到？我靠！他全身都血，他手断掉了。他说：“我很抱歉，他的手断了。”哎 ，I'm sorry。干嘛？干嘛？他怎么了？啊！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完了，他忍不住了。他的血，啊！不要靠过来！啊！啊！啊！哎呦！这是绝命异次元哎、欸！他头在撞那个，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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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我靠！我靠！我靠！我要爬进来吗？有！哎呦！怎么了？变亮了？为什么 ？Ellie， 他的女儿，回光返照吧。哦，他变回来了。啊，他表情好哀伤哦。去找他们了。嗯，我在玩3A大作是不是啊？哎、欸，好酷哦！门开了吗？门没开。好了，你回去找你的妻儿，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走了。开了，开了。哦，结束啦！结束啦！哦。好玩欸，好玩欸、欸、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恐怖地图欸、欸、难怪这个作者做了整整4年，我刚刚全身起鸡皮疙瘩欸，很赞欸，超赞欸，他都是用到原版 Minecraft 的东西，我超喜欢最后那个头锤那一段，吓死人了，一个转头，一个转头他就瞬间变回来，然后那个表情好哀伤哦。Right， 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久违的胆小鬼探险队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啊！你也可以在今天影片的正下方留下你今天到底有没有跳过任何的片段，没有跳过的话，你才有资格在底下说阿神我没有跳过，好不好？等一下太阳下山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下期再见。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要看不到太阳了哦。等一下，他左下角还得感谢他所有他诶帮、欸、助他的人。嗯，等一下，太阳越来越西下了呢。我怎么觉得会有什么东西啊？不该看。没事啦，爸。真的吗？没事。好啦，今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